小洋妞就是这样，小女的好不？啊？谢谢我咱家心愿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听咱家人的吧，我就不改变了，给你们唱一个，给你们唱一首歌啊，一首王杰的《英雄泪》，感谢咱家西元，谢谢，准备睡觉了，睡得这么早啊你啊，谢西元，我给你来一个更，我给你来一个更成熟的声音啊。不是新歌，早就会了，我会了老多歌不愿意唱了。明天要早起呢，好困。好歌上一王子啊。雨里去，风里来，带着一身的尘埃，心也伤，情也冷，泪也干。悲也好，喜也好，命由谁能知道？梦一场，是非恩怨，随风飘。看过冷漠的眼神，来过一生无怨的人，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问。热血在心中沸腾，却把岁月刻下伤痕，回首天已黄昏，有谁在乎我？是谁？谁是谁？我是恍然如云烟，流浪心已憔悴，谁在乎？英雄泪，就有点英雄泪。你想听我唱什么？天王盖地虎，有这首歌吗？王子，明天四点半就要起床，你就快点去睡去吧，然后等你没事的时候你再过来听我唱歌啊。这歌是挺老的。这一身的尘埃，心也伤，情也冷，泪也干。开接龙了。悲也好，喜也好，命运有谁能知道？梦一场，是非恩怨，随风飘。看过冷漠的眼神，爱过一生无怨的人，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问。热血在心中沸腾，却把岁月留下伤痕，回首天已黄昏，有谁在乎我？看过冷漠的眼神，爱过一生无怨的人，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问。也许在心中
是和岁月留下伤痕，回首天地黄昏，有谁在哭我饮水。谢谢金娥，这首歌叫《英雄泪》。你身上有一股侠骨豪情，你是说我说话的时候呢，还是我唱歌的时候呢？怎么都是我喜欢的歌？默默关注一年多了，是吗？啊，对，大家没有点关注，点击一下下的头上方有个关注，大家把我关注一下呗，不然下回就见不着了。宝贝们，头上那个关注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啊！啊，这样的话下回直播就会有通知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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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早点了，如果点过的宝贝就千万不要点了，不然的话就该取消关注了，取消完事儿了以后你长的那个小草就都白弄了。绝口不提爱你，我们试一下这首歌啊，这首歌不咋会唱，我来试一下，绝口不提爱你。刚接龙好像中了10万币，真假的？升调了，不是降了。闭上眼睛，忍住呼吸，再需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。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，无意失了你。让爱的自由还给你，我失去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毫不提，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。爱你到底痛了自己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默默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。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谢谢我家路人的飞机，谢谢路人。请忍住呼吸，再需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。我已失了你，让爱的自由给你，我允许
那字如金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，绝口不提。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，爱你到底痛了自己。我不愿放弃，却要默默故意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，绝口不提。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来到了你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这位叫夏夏唱的吗？好棒的。哎呦我天，哎我发现这个凤不是我发现这个台湾这个朋友好会夸人呢，就这么夸我，快夸了一个月了，而且夸的就是特别的深入骨髓呀。我去，不，你这种夸人让外人一看，第一次来的人真的会信的，就挺好的。就假如说这首歌被我唱的就是不怎么好听，挺一般的，他也能给我夸得特别好听，他会左右人的思想。我决定让明哥退休了，让你上位。夏夏唱的太美好了，太美好了。你要不然就说夏夏唱的太美了，或者夏夏唱的太好了，太美好了，有点不那什么吧。哈！哎呀，今天我说晨晨坏话了啊，不。嗯，是我说晨晨坏话了，但是大家别告诉晨晨呗，我现在是喜欢晨晨的。夏夏唱天王盖地虎不知道是啥样啊，你想象一下唱天王盖地虎会是什么样，特别嘚呗，这还用想吗？我没说你坏话，我可能说你坏话吗？我今天开直播开的有点晚，因为我心里想的一直都是你，我就说我现在特别的喜欢晨晨，我没有说你坏话。夏夏说晨晨是哎，耗子你怎么回事？耗子怎么不跟我好了？晨晨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举报有奖吧？没有奖。你的 ID 照快没有了。还有奖，就因为你这一句话，你这 ID 照离你越来越远了，我告诉你。不懂明天该怎么写，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一场雨湿了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。
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你出姓名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旧电话撕了一页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灯在哽咽。等嘉宾殿下。两个人撕了一页，熬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。谢谢嘉宾殿下。我怎么这根头发帘总是有点自来卷儿呢？还有什么？噔噔噔！我把梦撕了一页，不懂明天该怎么写。冷冷的街，冷冷的灯，照着谁？对，上弦说的对。一场雨湿了一夜，你的温柔该怎么给？冷冷的风，冷冷的吹，不停歇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你出姓名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，随手放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姓名的密码，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。旧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一夜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夜。想啥呢？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你再一会儿自嗨吧，晨晨。谢谢我们家风。欢迎欢迎大家。不是人家唱歌跟那会儿都没说话，然后他就跟那会儿整个 ID 上什么啊，准备想给我办周年吗？办啥？什么是周年啊？我周年都不想办了，你跟我一起咱俩都别办了。不是啊，小二说他们把我照片放中间，边上放对联。我给你形容一下吧，他们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三根蜡烛点在一起，把你照片放中间，然后别人再刷点花，填补一下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一周年了呀，晨晨，希望你一切都安好。你想啥呢？搁那会儿还办周年，这两天给我办满月，给我办的。就是啊，照片一般不放中间，放什么？你是不是傻呀，晨晨？你怎么这么天真呢？欢迎回蒙哥。
捎两个美女给我，去你大爷的，下点本。哎，你看没，那天总骂我，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你就这样的，我还给你捎，还给你捎两个美女给你，你想多了吧？就算捎美女，也要捎凤姐跟芙蓉姐那样的，虐死你！让你有等，让你有的痛苦死，还骂人呢，搁那块儿。把小号照片上。捎两个公仔，你想不想跟男的好？你这辈子身边也只有男的了。你靠近我，月亮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。我把小号捎给我吧，你知道小号长啥样吗？啊？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？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？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，反反复复要不知道是原谅不会唱的。毕竟我爱的人，我觉得这事儿你也说出来，你真够成熟的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天。是我们家路人晨晨，你是不是因为听原谅的时候想起了我？然后就哭了。哇，谢谢晴空小号，你又见面了，谢谢小号。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？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又颤抖想起了？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没有怀疑过，反反复。原唱关了我就不会唱了。谢谢晴天小晴空小号。我试着和你去想起你的笑容，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始终就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
只是我已经老了一天。哎呀，唱得太好听了，我去，简直堪比原唱，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，唱的。夏夏，你这歌唱得太好了，我知道。谢谢晴风小号送给大家的礼物，省钱了，太好听了，我还不要呢。欢迎咱家无敌，晨晨你可别送我礼物，你送了我也不要。谢谢晴风小号，看人家晴风小号送礼物，我就有一种兴奋的感觉。而你晨晨送礼物不想要，没有什么激动的感觉。天天跟我打仗的人送不送反正都那样，无所谓。谢谢晴风小号，特别特别特别的有感。不是我天天要跟你打仗，这跟你打仗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是因为我好好对你，你不好好对我，你非得要跟我打。好像是你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力。我告诉你，你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力，但是这种引起注意力并不会太长久，我很快要把你打入冷宫了，知道不？不跟你讲话，马上你就会被拉黑。那你嘚瑟，欢迎咱家无敌，无敌哥变套路了，什么？给你们唱首什么歌呢？我天天不跟晨晨打一会儿就闹心，感觉有什么事儿没干似的。好的，莫非去吧，咱们家莫非结婚了。莫非是跟我两年前见的面，反正从我当主播开始，跟粉丝第一次聚会里面就有一个他们一起来的沈阳。我是看着他从单身变到了处对象，又演变成了结婚。我们家菲菲呢，是我看她从单身变成了有对象，然后怀孕了，就结婚怀孕了，完现在孩子已经能跑了。我们家孤独呢，是从看着她单身，然后谈恋爱，然后结婚生了孩子，孩子也会走了。我们家坠落呢，是我看她从单身变成了谈恋爱，然后结婚有了孩子。他们的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。莫非前两天刚结的婚，他结婚当天没告诉我，他怕我给他随礼，对我特别的好，怕我花钱。后来结婚当天晚上入洞房之前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姐您没结婚了，今天嫁人了。我说今天举办的吗？他对，我就是故意没告诉你的，我就合计结完婚再告诉你。我一急眼转了666块钱，我说搜了。他说我没告诉你，就是怕你给红包。我说赶紧的，我说暴脾气，我说你要是不那啥，我就转6666了啊。你说当场告我，我就转500了，你后面告我，我就多转了100多块钱，欠不？当场结婚的时候你随红包吧，要不然你就随个1000，要不然你就随个500，然后吧。哎呀，谢谢谢。然后过后了，随礼的话就得图个吉利了，完就666吧，希望你一切顺利什么的。谢谢我家无敌，无敌无敌无敌，你特别特别的帅。哇塞，这礼物质量一下这么溜，我自己整的，怎么的？这特效我觉得听着，哎，哇，谢谢谢谢晨晨，再仔细一练。
哎呀，错了错了，别闹了，逗你玩呢嘛，这不是？你怎么习惯呢？你总是跟别人学，你一点主见都没有啊！哎，别，能闹得起不？别人送啥你送啥，你一点内涵都没有。谢谢我家无敌，我家晨晨，谢谢。哦，哎呦，我这个头发，为什么我头发都是直的，唯独这刘海这一绺是有点自来卷呢？像谁呢？我妈我爸都没有自来卷，我就这一根总是带一点卷。你说等我老了会不会像以前年代的人，直接就这么翻？好傻呀！以前年代的人就是这么翻的，拔了就好吧。那你也拔了吧，你也有自来卷，你把满头发都拔了吧。给你们唱首歌啊，给你们唱一个什么歌呢？我已经成功的改变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给你们讲完这件事我就开始唱歌了啊。是怎么的呢？晨晨他是哦，哦，行，我给你们唱一个，憋死我了。唱完这首歌再给你们讲。如果你爱上了别的主播，请别告诉我这首歌名。还是你的手指只是少了一些温暖，还是你的双眼只是少一些独身，还是你的肩膀只是染了他的长夜，还是这样的夜只是多了个谎言。也许我不该看见他的放肆的留言，也许我应该等待你心回来的那天，也许我不该敏感你的吻多少是忽然。当等待已慢慢变成了习惯，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请别告诉我，我已没有当初爱上你时的勇敢。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请别告诉我，至少我的心可以幸福你的昨天。一个属于我的从前，如果你爱上别人，请别告诉我。还是你的手指只是少了一些温暖，还是你的双眼只是有一些躲闪，还是你的肩膀只是染了他的缠绵，还是这样的夜只是少了个谎言。也许我不该看见他的放肆的留言，或许我应该等待你心回来的那天，也许我不该敏感你的吻多少是敷衍。当等待已慢慢变成了习惯，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请别告诉我，我已没有当初爱上你时的勇敢。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请别告诉我，至少我的心可以幸福你的昨天。如果你
告诉我，我已没有当初爱上你时的勇敢。如果你爱上了别人，请别告诉我，至少我的心可以幸福你的昨天，至少我还有一个属于我的从前。如果你爱上别人，别告诉我，我会连你俩一起收拾的，知道不？咱家岁月终于说话了，岁月，你从进频道你就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是来挂机的吗？我不是想跟你们挨个换轮着吵架，本来你们就是这样的。你说，你进来你就没说话，我知道你要考试了，你要复习了，但是你可以边复习边说话呀。谢谢一彤，我女朋友也喜欢你，是吗？那你女朋友，欢迎我家文叔。谢谢凤小，岁月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对你，我最疼的就是你了。欢迎我们家文叔。咚咚，我文叔消失了好久，文叔你是不是走了？能开个圣诞任务吗？好的，请问小号是好的，但你别请我了，还是我请你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不化妆更漂亮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晴梦小号，生诞啊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我这双眼睛，明明是刚哭过的，我并不是不想化妆，是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哭过了，所以已经上不去妆了，不是我不想化，本来直播前我可以化妆，但是我眼睛特别的肿。这身服饰很适合唱草原歌，最近身边的人太多，抱歉。最近是你说现实还是网上身边围绕你的人太多？现实吗？网上美女围绕你多了吗？还是谁呀？欢迎十二楼，欢迎秦先生。夏夏，怎么样才能成为你的家人？谢谢风小，就是你要是特别特别想的话，你就改个马甲跟咱们大家一起，然后也是我的家人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改马甲不怎么方便，那你就用你现在的马甲，你天天陪我直播，你也算是我的家人了。我的家人不光是公屏改过马甲的，没改马甲好多都是我的家人。就像有人别人说我的时候，不戴我家马甲的也在维护我，那在我眼里这帮人已经是我的家人了。所以这马甲也不一定非得代表什么玩意儿，只是更进一步的向我靠近而已，所以都是一样的。几级才能改马甲？你进来就可以改，这个随便改的啊。雪莉是韩国的主播是吗？我听见兵哥说了，咱们那个官方说来风来了一个韩国的女主播，韩国主播断网了，大家把马甲格式发一下。雪莉안녕하세요저는만나서반갑습니다저는중국사람입니다。我终于有人跟我说话了。시간있으면우리가자자어때欢迎教授。韩国的有好几个吧，是吗？我看那天那个官方的发了个朋友圈，就说那个是韩国人，但是旁边还带了一个翻译，他去直播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好像是。欢迎我凤凰哥，哎呀，我凤凰哥，我都在跑道上看你好久了，一直来风主播你都刷遍了吧？今天。进来以后把马甲改了，凤凰哥真有心。想怎样改马甲就可以怎样改马甲。哥，等一下啊。哦，是吗？不是韩国主播吗？嗯，谢谢我凤凰哥，谢谢。
我凤凰哥直播呀，真的真的不是为了钱在直播，我感觉他是他直播挣的钱呢，他刷出来好多倍了都。凤凰哥，你为什么在直播？你是为了交朋友吧？噼里啪啦一顿说。欢迎我们家文叔。什么？学新歌，但今天我可唱了啊！今天我可唱新学的了啊！这两天现实太忙了，所以都没有什么时间整这个新歌什么的。欢迎喜木。唱你不懂行吗？我要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。新开的饭店太多了是吧？哎呀，是啊，现实比较忙，生意太多了，这公司的事情啊忙不完呢，又招了600多个职员。你在我身边，从此夏天，我说你吃啊啊啊！我要减肥了。
好的，文叔，谢谢文叔，记得来看夏夏。文叔，祝你一切顺利，一路畅通，一路绿灯。等你没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回家，看看我们。跟咱家文叔拜拜，加油加油啊！猪是怎么死的？驴是这么怎么想的？欢迎神秘人。四月，你一天不跟我闹，你不跟我打仗，你闹心是不是？这个问题教育你们过多少次了？作为守护，你们应该维护我。当有人喷我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不愿意。但是每当你们看见有人喷我的时候，你们好像就别人说了你们想说的话一样。欢迎二十二姐，还有晨晨一个。没人喷你，我们演戏一下。是雪儿吗？专程来看你的，几年没有看你直播了。我一共才直播几年呢？你这几年没有看，这锻炼你的抗击打能力。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。唱首什么呢？那个今天咱们家那个榜首那个商业王子啊，他睡觉去了。商业王子就是我以前平台的，但是我没叫他，没带他过来，我就悄悄的来这儿来了，完又给我找着了。你说这是缘分不？他没有听谁那什么，他就是自己就找过来了，然后自己到处调查去，我跑哪儿的我跑哪儿的，终于把我给逮着了。是啊，咱们家好多以前的人，这都认识多少年了。总监，谢谢猪猪，谢谢猪猪，你也是以前平台是吗？哪里跑？你们别把我追到沈阳就行。谢谢大家四个一，谢谢520-1314，看看。晨晨，岁月，学一学什么是守护。看看，今天的温暖很好。谢谢大家四个一。哎呀，我都爱你七年了，谢谢你上封面了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真的呀，我上大图了，那怎么办呀？不清，你们觉得我大图那个黑颜色头黄色头发好看，现在黑色头发好看？岁月，你是不是又醒了你？谢谢，还是个一，都好看吗？只要是老大就都行。我得给大家唱个歌。你和年年的话语，只有一起走过的路，感觉白色也好看。谁家是个一？我还真有白色的呢。我白色头发不敢给你们戴，我是那个是个假发。有人看见过我白色头发没？直播就纯白色的，长头发一个，短头发一个。有人看过没？好看不？非主流是不？没看过吗？拥抱。咱家老粉丝应该看过，那个时候可爱变样了，一天直播一个样。老妖了，我去，我怕哪天给你们带来风的人一般平均年龄岁数都比较大，我怕他们心脏受不了。不行，我得唱首歌了，跟你们说了。一点你在我身边，如今的想念，你的想念。哎呦我去，直播了。就在眼前。
现在有个神曲就是白的，对对对。谁想要？我下播以后传群里，谁想看？谁想看我白色头发的录像？可以穿裙子给他们看吗？好，锅里提醒我啊。遇见遇见一个人，感觉不到你的真，想你天色已黄昏，脸上有泪痕。如果从此不过问，不想对你难舍难分，是否也就不会冷，心就不会疼。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，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不肯轻轻还我一生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，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？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小家猪猪，容易受伤的夏夏，歌名。留恋一个夜的吻，感觉不到你有多沉。想你，天色已黄昏，脸上有泪痕。如果从此不过问，我想对你难舍难分，是否也就不会疼，心就不会等。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，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不肯轻轻还我一生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，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？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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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女人，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，我害怕一个人，为何不肯轻轻还我一生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，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？让我深爱过的人越来越陌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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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谢谢我们家无敌的紫色依恋，谢谢十二楼的废物回游，还有我们家晨晨。晨晨数学好好，直接给我凑到一万热度了，你让别人都不好意思破坏这美好的数字了，你让别人想刷都不好意思刷了，你耽误我接了100个紫色依恋这件事儿，你知道不？不然的话，我今天热度注定要到1000万，就因为你，谁都不敢了，谁都不敢再刷了。啊，现在还卡吗？喂，喂。哦，你又把我这10000整数给破坏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要给我刷100个紫色依恋的人已经走了，你现在又把数字破坏了。
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人家已经气走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？你是希望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，然后你一个人喜欢我是吗？告诉你，不可能。知道不？真正错了。你拿什么来爱我？我这样这样说，你陪着我又离开我，让我没有了所有。刷一百个子弹，刚才卡了，不就进来了吗？拿什么来爱我？我这样这样说，我等待了。陈姐，你是不是特别的恨我？没事，我马上就下播了。无敌无敌，陈晨喊你救他。哎呀，我们家一志来了，我得等会儿，没看着我。欢迎我家一志，我告诉你们啊，那个无敌，无敌哥你出来一下呗。无敌哥，我跟你讲，什么时候陈晨是最想你的？咱家热度低的时候陈晨想你，咱家热度凑不了整的时候陈晨想你，当别人提到了一百个子睡一恋的时候，他想的还是你。只要与钱有关系的时候，陈晨想的都是你。什么是酒肉朋友呢？你们俩私底下关系也挺好的，为什么一刷到礼物他就总想你呢？并不是我想挑拨离间，只是我觉着吧，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。子睡一恋是什么？哼，你更能装。你俩一个比一个尖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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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还在一致，一致我唱的新歌你都没听着吧？今天颈椎不疼了，昨天晚上唱歌颈椎给我疼哭了，下播，这家伙脑袋给我整的疼的。啊，昨天。嗯哼哼哼。为什么咱家从来不怂恿跟坑礼物呢？有两点，这个大家也看见了，就是咱家人呢，还有我从来都不会坑礼物什么的，就主要是吧，普遍智商都太低。就是说咱们闹也是跟自己家人闹，如果别人进来咱们这么闹，别人会觉得这是坑礼物，但咱们家人不一样，咱们自己家人跟自己家闹，他们知道我心里是咋想，知道我是逗他们的，但别人一下当真了，你说万一给我刷一百个紫色一恋怎么办？那咱家这种像晨晨跟无敌这种，那都是走在江湖行走多年的，他们都能听明白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，而且最重要一点，他俩有个共同点，都抠。所以他俩是从来不会被坑什么玩意儿的。凤凰哥，你们别看他俩爵位高等级高，我跟你讲，他俩这个东西啊，可能也就是一时头热刷上去的，你让他俩再重新认识我一次，可能最多也是到一个无敌能到个子爵，晨晨男爵也就这样，500块钱能刷一年。没事，我不生你们气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从开始就不是因为钱建立起来的，以后也不会是，只要你俩没钱的时候落魄的时候别让我养着你俩就行，就算帮我大忙了。哎，谢谢咱家那个这个叫谁来的，这刷礼物100，这人叫啥来的，有点忘了，记不起来了，这人名好，贵人多忘事啊。啊，岁月，他叫岁月，谢谢岁月。完了，我今天把咱家守护全得罪一遍，明天全改名了，没爱了。一致你是我这边，一致你别改马甲，我最最信任的就是你了，校长对。还给大家唱一首歌啊，
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，请你用心的灌溉它。你们自己公屏看着办吧，我唱歌了，欢迎东帅，该你妹。不要虚情假意的表达，不要精心编织的砝码，我的心需要一个幸福的家，不是在荒原的城堡里枯萎疯狂。不要花言巧语的表达，不要逢场作戏的砝码，我的爱需要一个快乐的家，不要花言巧语的情话，不要逢场作戏的砝码，就来一句，我的爱需要一个快乐的家，懂我的人就能明白我的想法。恰恰是世界恰恰是世界最美丽的花，需要你用心的装扮它，给它温暖也给它幸福牵挂，别让它的爱在怀抱里融化。收，可以的，表达一会儿就可以了，不要一直说一直说，因为一直说的话，我不想看见你们这么不理智的样子。你们喜欢主播可以啊，没有人阻挡你们，但是要喜欢的理智。为何这么疯狂，让别人看见怎么想你们。谢谢我家一志，我理解你了，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，所以说我从来都不责怪你们在公屏说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对我的那种感情，因为我也喜欢过人，但是你们要是不理智的话，这样的话是看时间长别人会笑话你们的，你们知道不？哎，这说收就收了，下回我说收的时候你们再刷一会儿啊，就是慢慢的减，别突然间全没了，好像做任务似的夸我。你们这，哎，说没就没了，这演戏呢都。好好，行，别夸了，别夸了，理智一点吧，行，理智一点。停了，这回是真停了，别刷了，那停吧，这真停了，这是。
三秒到了收心，为什么要非得纠结这三秒？好，行，这弦麦根本停不下来，我都没使用我的大招。你们看我这个耳，我给你们近写一下，你们看这个可亮了，这个钻，这个是我昨天新买的。能看见吗？这钻其实可亮了，好看吧？230多呢，哎，再戴上。这视频里看不出来好看，其实这个挺好看的。神豪你好，嘿，就一般神豪吧，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零头而已。哇，谢谢耗子的烛光晚餐，谢谢耗子的烛光晚餐。开玩笑，吹吹牛，你都不知道我买这一个耳环，我妈在后面磨叽我多长时间，耗子给我报销了。我看看啊，哎呀，耗子给我刷了500多呢，今天，哇塞，耗子果真给我报销了，我能拿到一半呢，差不多，580多。580×2等于580×2等于290。油钱都是爆出来的。好，谢谢耗子。我是什么民族的呀？我是汉族的。给你们唱一个这个《天使的翅膀》。噔噔噔噔，我妈昨天我买这个耳环跟我后面磨叽半天，那个她觉得这个耳环嘛，因为本身它就是假的嘛，然后放不上，她跟我爸在买那个表带儿，我爸那个表带儿就是专卖店是配不了，找不着，然后我爸就去别的地方去配表带儿，然后我就趁他俩配表带儿的时候，我自己溜到了隔壁的一家饰品店。然后我就合计，我用我自己钱赶紧买一个，因为那家的东西我一直都很喜欢，你知道吧？谢谢耗子的烛光晚餐，谢谢。谢耗子。然后我就去那家去买去了，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挑到了两个耳环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今天发动态的那个耳环。然后我妈在我付钱的时候很快就跟进去了，我妈说干啥呢，我说买个耳环，然后我妈说你们家这耳环是什么的，完那人说就说了一什么我们的钻是施华洛世奇的，我妈说怎么可能，施华洛世奇的东西跟这个价位也不是一样的呀，我说妈你就别管了，这耳环好看，我说只要不用温水弄的话，洗澡的话它就没事儿什么的，光泽度它都在啊。完事我妈说这么的吧，我妈悄悄跟我说的，我妈说妈带你买个好的去，咱们要买就买一个就是不掉色的，多花点钱也行，行不，我说但是没有这款式，她能听妈话，我说我都多大了，买东西总是拦着我，买点东西就得偷偷买，这一会儿功夫都跟我进去了，我说你让我买一次呗，我说这款式的挺好看的，哎呦我去，我还以为是我的显示器呢。然后后来我妈就要她，那你买不买不听话拉倒，这孩子什么时候说你都不听话，一整就这么大了，那你这么大了你怎么不想着，你都这么大了怎么就不听家长话呢，呀，完跟在我后面上车了以后，这家伙跟我爸说孩子一点不听话，说给他买个好点的耳环非得到那旁边那小店，那小店人家就是那意思，那个什么档口费啊什么都给他算去了，那破
赫尔环买的，跟那个地方说说我什么都不懂，在那地方就买地摊货，跟我爸一顿说，完我爸说你就别管他了，你说人家愿意买啥买啥呗，没让你买。完我妈就这么看我爸，就这样，买个东西比较困难的。我当时每一次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想法跟冲动，我想快点结婚。就每当我妈这么管我的时候，我都想结婚，不知道为啥。我就觉得自己生活的话，在买东西，在很多方面，我妈就不会这么控制我。真的，我觉得自己生活的话吧，可能出于爱情，老公会宠着我一下，我花200块钱买个耳环，然后他可能觉得哇好漂亮啊，但是我妈就说这什么呀，又是在地摊买的吧。我妈今天没看我直播，结婚了钱不归你管，你更买不了，但是我有零花钱，我可以管她要零花钱。不是跟你说了，我妈她总是要走进我的生活去了解我的一切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牌就是给我妈准备的，挂在门上说请勿打扰，我每天挂的是请勿打扰，为什么她还要当做我挂的是空闲往里走？她从来就不管我睡觉什么玩意儿，说进来就进来。我在淘宝上找了半天就是为她找的，但是她从来都不尊重我。哎呀，唱一首歌吧，好难过呀。我妈今天没看直播，所以我敢这么说。如果我妈看直播了的话，可能我妈直播也不怎么想让我直播了。给大家唱一首《爱很简单》，不，先唱一首《天使的翅膀》吧。希望我妈别看重播。唱两首，带你们睡觉。天使的翅膀就是录像呗。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，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，曾飞舞的生命像天使的翅膀，化作我幸福的过往。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。小哥，曾飞舞的声音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无边的思量。没唱好。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。我的像天使手护你，若生命知道真理，找到天使替我去爱你。谢谢小哥。没放开，是有点没放开，我得好好唱，我这回放开唱啊。谢谢小哥，激情点，谢谢，这歌激情不起来啊。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，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无边的希望。
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。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，若是你知道这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最后一首歌咱们唱一首什么歌呢？谢谢我小哥，谢谢。爱很简单吗？嗯，是的，没地方领了。欢迎加无敌。给大家唱一首《爱很简单》，大家有没有爱一个人就是听歌词吧？爱很简单，爱很简单，忘了是怎么开始，深深爱上你。我们家的守护对我肯定是这种感觉。等着啊，你们唱一首歌。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还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地点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、哦、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、哦，谢谢苹果，谢谢我小哥，谢谢共同小伙伴。
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你要听这歌还是你说着玩的？听那歌还是咋的呀，岁月？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怎么？最后一首。唱完咱们一起下线，把星星清理一下，宝贝们，星星没有送的，一起送个星星好吗？送完了以后，明天还会再有的。听你唱这歌，意境正好相和这相反，你一直都是比较泼冷水的那种。送你一首歌吧，可惜不是你，星星清空啦，玩游戏的宝贝们出来送星星了，等会儿咱们就一起下了啊。一首可惜不是你送给大家，谢谢我家优二，就是晨晨了。谢谢圆圆，你自己来。一个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。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，却预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。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一旦我们曾心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。可当你一走，即便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。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已是昨天，已非常遥远。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了。
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可惜不是你牵我到最后，总一起走却总是那一头。感谢不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胸口。这位叫可惜不是你，谢谢大家全程陪伴，然后今天直播就差不多要结束了。谢谢二三七，谢谢夏夏，谢谢我们快乐的礼物。好，到这结束了，谢谢大家今天全程陪伴，给大家说晚安了，然后明天再见吧。我眼睛困得滴溜滴溜转的，这两天睡觉都比平时早，你们看着我眼睛有点睁不开没？今天直播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全程陪伴，然后明天宝贝们再见，谢谢所有大哥对下的支持，还有我们家的所有宝贝，晚安。大图啊，哎呀，我还在大图呢。那个